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共享。看那太阳的光线，还有大雨的形状，你是否忘记昨日忧伤？天真的幸福的流浪，带你们去月球奔跑吧！本节目由超超超丝滑的德芙巧克力独家冠名播出，一口德芙尽享愉悦。本节目由美之源赞助播出，美之源美好嚼得到。本节目由科罗娜啤酒赞助播出，按下清柠随科罗娜惬意旅行。能回答问题的不一定是答案。这粉香谁的粉？是这儿吗？你是说这个人民币？也可能是意外。把人箱子拿了，说我们错了。你别算人民币，你算这个钱，要不你老要换算它。大家一直在纠正你，并且一直在问你一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有点懵。八个人一起飞过20000公里，自由时间到底怎么玩？咱们得看一下明天大家都想去哪儿。说走就走的答案是不必统一，大家自由安排了是吗？全凭兴趣，纯看自己。耶、yeah.。自助找伴，小团出行。倩姐，明天咱俩干嘛呀？咱俩上海边溜达溜达。你的时间留出来。明天有人想跟我看日出吗？我觉得可看。我想看。走呀！来吧，走吧，摩托小组，摩托。小孩哥、小孩姐面对大哥哥、大姐姐带团，主打一个 free， 随随便便的导游的风格。咱现在就已经开始分开玩了。大家想干的事都不一样嘛，谁也别勉强谁。所以我们可以分成一个一个小分队，大家都会玩得更开心一点的。挺好。日出组 ，Let's go。逛街组，看那边多好看。摩托组，亲爱的小摩托。奔赴不同的未知，却同样面临着旅行的挑战。日出不会在那边吧？哎，咱找错地儿了。那咋整啊？到哪了？这是哪儿啊？哦，还有海滨。我觉得我都没脸见人了。复活节岛只剩最后一天，各位准备好开始冒险了吗？太美了，哇哦，漂亮，哇，好美。啊，你看呐，那层层交错的泛着黄色的微光，太作诗了，田老师。你看，那层层掀起的波浪，你看。什么？那实在憋不出来。那灯，灯影交织的，像一幅画一样。这种自然的景象比任何的滤镜都要漂亮。你行，你来，来，我不来。我说，你说的好，可以，可以。好，司仪。好，点菜。点菜。点菜。来来来，点菜，点菜。点菜，点菜，点菜。这个来来来，三人一个，三人一个。哎，这家菜的这个标价跟我们昨天那个比，没有昨天还低一点，比昨天还低一点。这个都便宜，是吗？对，所以说我们先上两份薯条。赞同。第一页都是九首，我们从第二页开始看吧。哦，第二页价格就上来了，第二页就成五位数了。没有，我们的财政大臣，你一定要算好了账啊。我知道，我知道，姐，我说实话，这打够我们今天晚上吃饭的吗？对，足够。就今天晚上把它吃掉，是这意思吗？也不用吃完这一打，吃掉这些章肯定没问题，放心点。哦，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们这些是用来吃饭的，那就想点什么点什么。那我就说吧 ，Excuse me， we need two pieces of fries, fried chicken. Last baby bag. Mushroom, mushroom. Yeah, yeah, yeah.点了一个 risotto， 然后点了一个沙拉，还有一个汤。全是肉 ，OK。盘子给我，谁要鱼？
整点鱼，我都分好了。啊，一块儿，谢谢。好嘞，尝尝。把姐盘子拿过来。谢谢。没事，姐。摆盘。摆带，行。摆盘。姐。谢谢。嗯。弟，这你的大牛肉，我给你整一个。好快。OK。好快。来快。好快。来快。哎妈！长身体。天哪，这太猛了，这。干货。哦 ，this， 哦，这个好，这个 delicious。好吃吗？这个鸡好吃。你知道为啥吗？嗯，因为它傻。你这干啥呀？今天子珊说她能跟我们做饭。啥？我也能。你会做饭吗？必须会做饭。你做的很好吗？回锅肉，绝对的。姐，我能做。好吃到爆炸。真的吗？那我们就不花那么多钱，咱们回去那个回做吧。我们真的可以留一天的时间。这天晚上我们去购物，然后回去做饭吃。真要做呀？哎，不是，你刚才是吹牛的吗？你怎么来了个真要做？你啥意思？我会，我会。我们九个人，八道菜，八九道菜。一人准备一到两个。我两道硬菜是一个红烧排骨，一个清蒸豉鱼。那我做方便面加午餐肉。啊，你做的是比较韩式的那种啊，部队火锅。OK， 那我做番茄炒蛋，行，番茄炒蛋行。我青椒肉丝可以，可以青椒肉丝。你做什么？回锅肉。我来个烤鸡翅吧，烤鸡翅。OK， 你需要什么工具吗？烤箱。咱如果住民宿的话，这些肯定有。对，我们搬一民宿先看看那个房间里有啥。可以。节目组会都说，这一季是最喜欢在家里待着的，都不出去玩，也不特种兵，大家都想着怎么在家里做饭过得更好。这就是一种享受啊！我们这是一个慢生活旅游节目啊，多好啊！哎，妹妹喜欢喝这个汤是吗？嗯，好喝。姐，不是所有人都会。跪倒在你的淫威之下？我没有，我怎么了？他刚刚那，你觉得他好吓人？哎，妹妹喜欢喝这个汤是吗？妹妹你干了呀？哎，妹妹喜欢喝这个汤是吗？嗯。老师，你不要再这样了，老师。我啥也没干，我有多么的无辜，结果被这两个人啊！你看这俩人，老婶儿，你们不要在学生面前拿老师开玩笑啊！我保护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啊。不是，你不要乱说话。哎，那我们明天早上没有这个大家统一说几点钟要出去时间吧？都是大家自由安排了是吗？纯看自己。耶、yeah ！哎，但是我想问，明天如果想去骑摩托的话，今天是不是没订上啊？订了吗？后来。他不是说等电话，他会再打吗？他打了吗？没打。要实在不行，我可以让奥斯卡帮咱订。可以啊，让奥斯卡订吧。奥斯卡订几点呢？咱们今天说是上午十点。那就上午十点吧，咱可以玩两个小时吗？刚好回来上午两个摩托车。对，可以。两个四座的。嗯。奥斯卡，可不可以帮我们订一下两个四座的那种摩托车？然后明天早上十点钟，我们想用。明天有人想跟我看日出吗？感觉看日出很漂亮，我觉得可看。你要几点啊？你要是四点的日出不太行啊。那你别睡了。咱俩别睡了，咱俩看日出吧。我是可以不睡。你可以这么选择，你可以不用睡，看到日出之后去睡。我想着明天回去飞机六个小时还能睡。是。你觉得这日出会很美吗？反正我看大家拍的照是挺美的。你知道吗？今天就是咱们的那个地方，咱们那十五尊神像，人家拍日出是这样的，是不是？哇，就是特别神圣，你知道吗？那要是阴天的话就没有日出，对，下雨就不行。我再看。两个摩托车，两个。倩姐，明天咱俩干嘛呀？咱俩上海边溜达溜达。我想去海边溜达溜达。咱俩睡到自然醒。我觉得溜达溜达。然后呢，时间来得及，把行李稍微的都整理好。整理好，咱俩就出去。如果还有时间，咱们就到周围溜达溜达。收拾行李的时间留出来。哎，你们还得把收拾行李的时间留出来。
十二点吗？十点吗？最好在走之前把行李收拾好。对，我也这么想。我们东西不多。对，我觉得吧，走之前收拾好，咱就无所谓了，就是稍微你们多玩点，多玩一会儿。我们跟大家一块吃个饭什么的。吃的差不多，咱就准备。准备干啥去？够本。这家餐厅好好吃啊！我也觉得。来，给你一瓶美汁源果粒橙，还有维 C 哦。尝一下。哇，能嚼到饱满的果粒，我也觉得有了它之后简单的一餐都变得好吃了，这太棒了吧。加果粒这餐美好，嚼得到，干杯干杯。 Let's go， 走吧。还比你的梦。哎呦，我们可以出发了。 Let's go。 我感觉周围想放屁一会儿。哎呦喂，这么放飞自我吗？现在这个状态。弟弟，这旅行才刚开始。弟弟，你第一站就开始放飞了。哎呦我天哪，老弟，你这味儿比那海鲜汤还冲呢。这打个火应该能找我的。不，我这会被剪进去吗？你说你放屁那一趴肯定剪进去了。不行，这不行，不能剪进去。走 ，Go， 回房子。哎呀呀呀呀！行，我们小点声，我们吵着狗了。是周围的邻居是不是都睡了？来，小声点，再小声。洗澡去。你不穿你的鞋啊？不穿，你穿呗。你为啥不穿啊？我不喜欢穿，我得把我玉足亮出来。哎呦天哪，那你太好了，弟弟。必须的。我明白了，说啥都懂了。你懂，总太好了，太好了，老弟，太好了。你这人太好了，还行。妈呀，这油都臭成这样了，还要什么脸？不是咱们想脏的，是不是咱没热水？哎，那你把那个打开看一眼呗。行，看那热不热。好。A few moments later， 一个坏消息，怎么了？现在水还没热，水不热，那我下去洗，下面那屋洗吧。行，现在水都不热。我们有一个想法，说，不知当讲不当讲？当讲呀，这有啥不当讲的？咱呀，别分这那的，有话咱就明说。说咋了？咱的热水打不着，咱热水打不开。怎么办？咱们放了十分钟吧，水一直是凉。你到我楼下试试有没有？我们就楼下。你赶紧去吧，你赶紧去吧。我试试有没有。你去我那屋试试看有没有热水。好。我今天还跟小宋说，我说我洗澡觉得还行，因为我不是洗头嘛，是有一点点变化，就是一会儿凉一下，热一下，但是还算稳定，没有像那个谁小猴说的，说哇塞一会儿凉的要命，一会儿又热的。我觉得是因为二楼可能它水压不太好。是吗？我们这根本就没热过，就没热过。那你就去我楼下洗呗。好。有哎，下面有热水，那赶紧去吧。太棒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干嘛了。我俩去冲吗？冲一下吧。冲一下。小导游怎么了？在这空脑袋呢？姐，这在国外，我看着地图都找不着地儿，可太头疼了。而且外国朋友我们语言不通，双方就强行开启以毒乱回的模式。哎，那我有一个好东西，无论我们去到哪个国家，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能丝滑相处。什么好东西？噔噔，那就是我们的德芙巧克力啦。语言呢不是唯一的桥梁，
好吃的巧克力一样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巧克力呢可以让人愉悦，尤其是口感超细腻超丝滑的德芙巧克力。相处不丝滑的时候就先来上一块吧。懂了，那我们下次就先分享德芙巧克力，就算语言不通，但是愉悦的感受却是全世界相同的。说得好，有了德芙巧克力，旅途中的一切经历都是愉悦的回忆。那我们现在就把德芙的愉悦分享给大家吧，旅行可要一路丝滑。 OK， 姐我回来。哎，我以为你在里面洗澡呢。他们仨上面没有热水，只有咱这儿有热水。所以雨桐在这儿洗澡吗？整个团队就我最脏了呗，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赶紧洗吧。他没打算洗。我确实现在有点脏。没事，我不嫌弃你。没事。哎妈，哎妈。啊，你也没洗头啊？我没洗。他们擦。不是，你现在洗你吹不了。没事，那我明天早上洗。你就明天早上洗。真的是吗？是热水是吧？是热水。我就很害怕万一洗到一半不是热水。温度适中。今天下午就到了。我不相信这个女人现在。完了，咱俩有一个小时他要翻了，你知道吗？哎呦，又洗的我都不想出来。烫我烫我快烫我。快冲刷我，冲刷我这一身的。洗的好舒服，终于变味儿了。闻吗？女孩子的味道好香了。开始甩了。你，哎呀，能试试吗？拔，还没开呢。你这么多机器，把机器拔了，说明吹头发都听见了。哎，那你包着呢，包着会不会快一点？就一直包着。我甩甩吧。赵二，啊，赵二，你没人进去？怎么了？不是你，你现在在化妆是吗？为了日出，你也太拼了吧！我在洗我的气垫，哥。哦，啊，问你几点？我搜了一下，反正说如果要看的话，就7:10左右，可能就得从这儿走。我也想去看看。走呀。但是恩熙也想看，你们那边还有小孩想看吗？小孩哥去吗？我又问问。知道，你问问呗。嗯。好呀。好呀。那你现在去卸妆，卸完妆咱俩出来聊一下。合计一下。嗯，可以。Go。天儿，去不天儿？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去吧。去啥？日出。我吗？啊。哎妈，我不去啊。不，我来不了那个。还当导游呢，我去！你被导游绑架了，真是。来了，聊一下，合计一下，好呀。但我不知道去哪儿看。搜一下吧，我搜一下吧。咱就去这个地方，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这不是咱就昨天去的那个吗？今天那个饭店那个地儿。哎，周，你说那个就是这儿，你看那个图片就是这儿。哇，就是这儿吗？啊，那就这儿得了，咱就定这儿了。大眼睛，大眼睛，走。那你那个啥，咱走过去多久？咱肯定是扯着去。嗯，没扯。1公里。1.3公里吧。过去。1.3公里通过15公里。8:00，搜了一下天气，应该是5点，就不知道。8:01日出，咱们。
7点起床吧，6点上就尴尬了。到了，太阳已经到顶上了。那咱们也算看过这里的日出。行。等等，花少团的老毛病又犯了。明明是日落三天，怎么可能看到日出呢？真实的信息是，最佳日出观赏点位于20公里外的15尊雕像遗址，而他们选择的他嗨他嗨，则是全岛公认的最佳日落观赏点。那么，看日出的故事还精彩吗？答案是，依然精彩。行吗？可这么愉快决定，7点。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3 hours later. Oh, my hair fell. Yeah. 真是没正儿八经的说，真舒服这小床。醒了。嗯嗯，我们今天跟鸡是同步的。不，我昨天刚躺下的时候，鸡就开始叫。哦，这个鸡听到叫声了吗？尖叫鸡。熬夜鸡。声音老大了。哎呦，还有月亮呢，你看。月亮不睡，我不睡。现在是几点？现在是早上的7:17。我觉得咱今天能瞅着。今天反正如果能看见日出，肯定是个大的，因为今天风很大。对，那个消炎镜我们到了。
是这个小眼镜吗？就是这个小眼镜。你好，早上好。不是这个小眼镜，这太小了，那个是高的。哈？这个不是那个。你是他们的文替是吧？五替。光替也可以。哎呀，你好啊。八点多日出，你看那边已经开始天已经开始粉了，好美哦，漂亮粉，漂亮漂亮。就这块也是好看的，这个，这椰子树加上这个天空，加上远处的山，哦，好好看，那个好漂亮，那山跟假的似的。哎，你站这儿，我给你拍一张呗，你们俩，来走吧。雪梨，对，哎呀，还有狗狗，嗯，来，妹妹先拍，哎，你好，好喜欢人啊，好了，弟弟，弟弟，你啥时候叫过弟弟？啊，好好看呀，哦，啊，好好看，真的贼好。来，妹妹，来。好看，好看。我来创作一下啊。哎呀，你怎么那么乖呀？啊，我们拍完了，走吗？看日出去，走。走，跟着我们走。一块走吧，一块走吧，走吧。一块走吧，跟着我们走。一块走吧，一块走吧，走吧。走吧，一块走。哎呀呀呀呀呀！一起。走吧，走吧，走吧 ，Let's go。妈呀！哎，走啊，看日出去。你好可爱，一起。天哪！咱们这是什么？什么取经路上这？碰见小狗。来了一只。咱们的白马。来了一只白龙马。真的是。Hey，Let's go。哇！呜。Good boy。What's your name？汪汪汪汪！晚上到了，时间刚刚好。Okay. 其实这边也很好看，那边很亮堂。不是，为啥那边现在这么亮堂呢？日出不会在那边吧？日出不会在那边吧？咱找错地儿了。那边是粉的，后面。我看一下，直男证。哎，不行，现在这是北边啊，那是东边，咱出去往那边走，从这儿吧，从这穿过去，走走走，这咋整啊？东 worry 走走，我觉得咱们拐过去其实就到了，咱要不用腿的跑的，好，走，慢点啊， go。 这石头多，哎，别这么早起，大早上来拉链来了，空腹有氧了，走，带路，你去带路，你快点，你认识，你快点，认识你本地狗，带我们去本地狗，我觉得我们离胜利不远了，我觉得也是，咱沿着这条路，哦，你们这是到哪了？这是哪儿啊？嗯，哎，我都有点害怕了，咱们好像到别人家了，我们还会走大路吧，走大路吧，咱家狗呢？ Come on。 出汗了，7:40，还有十几分钟呢。哎，这可以跟他交涉一下吗？Excuse me, I want to see the first sun. Here, sunrise. Yeah, sunrise, yeah. How many time? Para allá es como 40 minutes. 40 minutes? Yes. 40 minutes? Yes. 它要40分钟。好远啊。我觉得要不就走吧，这也。找谁呀？走，去哪儿？跟他走。就去呗，啊。好吧。How many time if I get a taxi?If I take taxi。 你好乖。
Okay, just go, just go. 走吧，妹妹。Okay. 你跟他告别了是吗？对。Sorry, 对不起。Yeah, sunrise. Oh my god, 我们要走了。Do you wanna go with us? Go with us.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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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by. Bye bye, baby. Oh, 对不起。Bye bye. 啊，他走了。Bye bye.他好像有点难过，他好像有点难，他不看，因为他不看我们了。Hey, baby， 不理我了。啊，好悲伤啊。Hey.100 going, come back. 100万，哎，马上感的情绪瞬间没了，下车吧。Going, come back, 100. So expensive. Yes, it gets very longer. Okay, just be here. It's not come back. Just be here. Only going. Yeah, only going. 50万，要不就 only going. 我觉得就走吧，走吧，别纠结了，来都来了。Okay, just go, just go. Only going. Okay, only going.哎呀，小狗，小狗，这个狗呢？啊，它还在那。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周老师，怎么哽咽了？刚才那是。好伤心啊！刚刚。哦，是，好难受、啊。是吧？那忠犬8公里的那个狗院，就一直坐在那儿等。而且他就是他知道你要走了，他很明白，他特别明白，他知道我们要走的时候就开始不看咱们了。但我觉得他应该很清楚自己怎么过来的，就是他这一路应该很熟悉，这整个、整个这一片应该都很熟悉。我以为你说他的狗生，他的狗生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那他应该，我说这都上升到这个程度了，那他应该也很清楚。哎呀，这狗说，我这半辈子呀，送过多少人走错路呀，只能陪你们到这儿了。世界各地走错路的我都陪过，还有两分钟，太阳就要升起了。咋了哟？他在加油是吗？他还想。哦。你 gasoline， 肯定 gasoline 不够。没油了。这就尴尬了，啊！我们可没有给他预留加油的时间呀，能不能给我们加加油啊，师傅？万万没想到，太阳升起的时候咱们在加油，挺好的，也挺好，这是一个好的兆头。说明我们2024年都一定能加油，一定加油，一定可以加油，加油！排队加油！迷茫的年轻人啊！好多牛啊，这一路上。是不是很想在这拍个文艺片？很适合，我一会儿拿 DV 拍文艺片，咱们搞点剧情。行，演一演。我跟你说，这个文艺片什么结尾绝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什么？是我们回去的时候，那只狗还在那儿等我们。啊，升华了。那我们要不要路过一下？一会儿。可以。起码得给它来点吃的吧，跟了一路了。他说我不要吃的，我要你们爱我。啊！周老师，我的下一个剧本你来写吧。写你跟狗的故事。对对对。啊，我们到了。Is there? 阿纳克纳。哇哦。哇 ，Thank you. Thanks, thanks. Thank you,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Have a good day. 哇，好漂亮！哇，太阳！哇！这算夕阳吗？也算。这什么夕阳啊？日出。啊哦，气糊涂。时间变慢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美啊！好美啊！这个草怎么这么绿啊？海怎么这么蓝呀？怎么这么渐变啊？怎么那么好看啊？哇哦！这是离我们国家最远的日出，现在在我们国家应该是晚上了，我们这边太阳刚刚升起来。哇！哇！哇塞，我的天哪！好好看啊，真的好美啊！你到这边，你看这边，一次拍一个的。有吗？有吗？有吗？有啊。不错不错不错，很不错。哇！哇，这咱还能赶上，我真神了！跟你说，一定要相信，相信就有，相信的力量就有。来吧，许一个吧，许愿吧，来都来了，许一个来。好虔诚啊，大家！你许了几个愿望？三个愿望，可以说其中一个愿望吗？说，这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家里人身体可以平平安安啊。这个我也许了，这我也许了。我们三个许了同样的愿望。再说一个也是关于家里人的，希望那个我外公在那边也可以好好的。嗯，会实现的。嗯，会的。我都不想把时间用来拍照，说实话。真的，就想肉眼多看看，多记住。你们俩真的超美，天哪！回头看我一眼，好好看，文艺片拍起来。完美，我觉得今天就是非常圆满。对，真的非常圆满。我们现在是在这儿吃点东西回去，还是说我们直接回、啊、回去吃可以，我都行，听导游的。主要是你知道为啥吗？我没带钱，我没资格说太多。我有钱，我请你们吃。周老板，但是说我们就没钱回家喽。那怎么办？就是没网，有网的话我们还可以求救一下。这能叫到 taxi 吗？
小豪，嗯哼，这也打不到车呀，这儿没车过来，怎么办？这咋整啊？姐呀，回不去了呀，这。我们咋办呀？那我去求助吧。Excuse me, do you have the Wi-Fi? No Wi-Fi. No Wi-Fi. Excuse me, sir. 哎。We lost in here. We have three guys. We lost in here, and we have money. Oh, that's okay. I'm not a guide. That's okay. I'm not a guide. I'm a tourist. Yeah, I've been here before. I was just going to go for a quick swim and then come and then go back to my hotel. But, oh. May I show you my hotel and have a look? Just give me 5 minutes. I will. Give me a couple of moments. I've just got to change, get my swimming. Okay, okay. And then I'll be right with you. Okay, take your time. Perfect. What's your name? Minghao. Minghao, I'm Tim. Yeah, nice yeah. To yeah. You, Minghao. Good to see you. Come for a swim. 他邀请你一起去。Come for a swim. 我就。Let's go. I cannot. 哇哦！哎呦哎呦！哇哇哇哇哇哇哇！好爽啊，他。是的。心动了，你看黄老师。其实我真可以去。你想去吗？没泳裤啊，我这穿内裤去，海一冲掉了，你说咋整？还是想游。其实有点那意思，你觉得呢？你会觉得怪怪的吗？我会觉得你挺酷的，挺酷的，挺酷的。太松弛了，我会觉得这人蛮摇滚的，我蛮摇滚的。去吧，试一下子，试一下子。哇！游过南太平洋了，好棒，好棒啊！走吧，试一试，来都来了，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你说来都来了。你水性好吗，哥？哎呀，我超级好，跑到飞起。别拍，来给围一下来，保护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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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机会，那边有机会。给他拍。哇，好爽！哇哇！And now, on our own way though, starting to see that we found it something to feel it now. Every step, writing stories that seem to be read.我觉得像猴哥这种一定是旅行当中必备的，我觉得旅行当中就是要做一些很疯狂，然后是你平时生活中你不敢去做的一些事儿。我一定会永远记得这个画面，记得我们三个不计后果说走就走的这段旅程。 Hey, let's go. 一切都是值得的，非常幸福，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我们当时还冲着天空许愿，
有点像我小时候在童话书上看到的画面。我一直认为那是童话，我觉得是不真实的，但是你看到了，你觉得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大，原来书上讲的真的是存在的，你在那一刻你就很激动。这趟真的值，值了，这三个多小时飞的真的值。除了恩熙以外，我还挺谢谢洪明浩的，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信心很足的人。然后每次当我说日出小分队要做好看不到太阳的准备哦，就这种丑话我都说了，但是呢小猴子就一直在说不可能，我们一定能看见的。现在在做好看不到的准备。别，不就是一定能看到，做好看不到的准备，一定能看到。这咋整啊？ Don't worry, don't worry。今天是不是没有日出啊？不会吧？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是这种信念，就是有这么样一个人做朋友存在在你身边，挺重要的。就是会让你真的觉得，就是相信奇迹一定会发生。就当时我们所有人都疯了，就在那尖叫，就是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儿，但是就，我的天哪，就很幸运的遇到了，就是在最幸运的时间、最幸运的地点，遇到了那个最幸运的日出，和收获了两个很有默契的旅伴。因为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想法是很统一的、很一致的。心动了，你看黄老师，试一下吧。哇，你游过南太平洋了，好棒，好棒！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是我想尝试的事儿，但是又由于就是可能会被当下的很多条件、环境所束缚，因为毕竟不能很多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当下想做就去做。所以这一次经历可以算是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我会把这些细节都会记在我的脑子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会记住这一切。寄出明信片，分享旅途美好回忆，写什么好呢？想起嚼得到的美好，还有播得到的美好。美之源，唤醒旅途美好，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本节目由超超超丝滑的德芙巧克力独家冠名播出，一口德芙尽享愉悦。本节目由美之源赞助播出，美之源美好嚼得到。本节目由科罗娜啤酒赞助播出，按下清柠随科罗娜惬意旅行。本节目由潘婷炮弹发膜赞助播出，一颗秀发弹韧亮，旅行拍照更出片。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畅享超级会员和花少团，一起探索世界。打开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花儿与少年》第六季，尊享超前营业、九游记加更版等更多精彩衍生。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马来西亚电视台 Astro QJ 频道收看。Thank you. Thanks. Thanks a lot. This cap is a new cap, and it's our gift.Thank you, very kind. So thank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Hope you guys love it. Oh, thank you. I love it. Thank you. We always remember you. Thank you. I love it. Thank you. Oh, cool. Hope you guys love it. Bye bye. Ah, 好开心。嗨，朋友们。Hello. 啊。哎呦。哇塞，听说了你们的经历，很传奇呀。很爽，很爽，很爽。我们居然到日出跑错地方了，我们去了昨天看日落的地方。啊，那不是那儿吗？那看不了，我们得看日落的。哦，你们早上去哪玩了？哪里？我们在那个房间里玩了。玩啥呢？玩行李呢。你们一会儿出去转，我们玩行李。
对，我和倩姐我们俩就顺着海边溜达溜达。哦，郑姐，一会儿你们收拾行李，我们去租车去，租那个摩托车吗？对呀、啊，是的。哎，是不是还是跟昨天吃的一样？呀，是我们点了一份薯条跟炸鸡。哦，那好吃吗？好吃，很好吃。那咱们点一个薯条炸鸡。可以。条儿，他说你们点的是三明治，你们点咱们点的不是一个。你。啊，我点的三明治了。你说三明治了吗？我没有啊。我说的 chicken potato， chicken potato。嗯。chicken potato， 哪有叫 potato 叫薯条的呀？我看我一会儿看看你那个 chicken potato 到底是个啥。你这回没说一个 tomato， tomato 估计他们都懵了。我觉得我们这个 team 就是练习英语之旅，挺好，就是要靠实践。对，大家都是边学边说，边说边学，就是得这样。哎，奥斯卡的又给我打电话了，门口接一下啊，这里边没有信号。我们现在暂定的几点出发？我得跟马克思说一下。复活节岛的，复活节岛的一点半。Marcus one thirty。姐，回去上个厕所，把东西合上，咱走吧。我们俩先撤了，我们俩先去溜达了啊，去吧。祝你们玩开心。开摩托车小心啊，你们注意安全。但看着点弟弟啊。放心。我害怕那个狗。这边狗狗真的很毒。对。哎，你看那边多好看，跟画似的，我要拍张照。真的挺好看的，真的挺好看的，真的好看，对吧？啊，好看 ！Chinese event， you can speak Chinese。为什么？为什么？我前面有住上海住了半年了。啊，半年就可以说的这么好？还好还好，哪里呢？那你是来这里玩的吗？对，就是来旅游的。你们是来？我们也是来旅游的。嗯。有看那个大大的？有。Moi， 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你现在是要去哪儿？我就去那边吃饭，就是那个小城里面， 对， 对不对？我知道，我们也要往那边，我们要去逛一逛，走吧，我们同行。走。那你后面还会去中国玩吗？希望。你是在当时是在半年是工作吗？在中国？本来是学习，在那个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啊。然后就工作了，对。蛮好玩的。上海有很多好吃的。对，我还是这边是最香的。蛮喜欢的，舒服。我觉得它那个地貌都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觉得它的海就是很蓝很清澈。作为英国人，我们是岛国，哪里都比较靠近海边。我们的家乡，我们两个的家乡也是靠近海边，靠近岛。有这是你知道青岛吗？啊，真的，你俩是青岛人。是那个黄焖鸡米饭那边的。啊哈哈哈！什么黄焖鸡米饭。姐，咱得往那边走还是往这边走啊？哦，那我们可能要从这边走了。OK， 拜拜，很开心，很开心，拜拜，很高兴认识你啊，拜拜。哦，他中文说的太好了，他中文说太好了。哎呦妈呀，吓死我姐！他走了。哦。哎，姐姐你别动，你别动，他走了，咱走，咱快走两步。他们这边的狗狗就是都在路上溜达，闲逛闲街，跟咱一样。等会儿。你真的是知道往这边走吗？我看看地图啊，往这边走。哦，好像有个店，你看，对吗？咱不是得去逛那种小店什么之类的吗？对。哎，这个狗狗是我在这里见到最小的狗了。你来我这儿，你先走。我静静的走过。
叫做陈豪怕狗气。整个我跟你说，就给你黑屏，全是你的尖叫声。妈呀，你看前面有多少只狗。啊，咱俩不会走一路把人家狗都给招来了吧。关关，我们还往前走吗，亲爱的？走吧。有点可怕。他找他干嘛来了？他找他兄弟来了。他们俩闻了一下。他们俩闻了一下。他俩是朋友。我去，你别喊，喊了他回来找你。走，看着这车，赶紧走，咱跟着这车，这样给咱挡着呢。走，是不是？嗯，来了这么多。那你都觉得好像人家保护你似的，那你就但是他一个人抵不过那么多个呀。越走越哎，我觉得前面没有那个什么品了，纪念品了吧？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咱那种摆菜的卖菜的呀？我觉得人家这不是不去买菜去了，这还有鱼呢啊。Is sea fish is river fish. Sea fish. May I have a look? Look at this fish. 哎呦，哎，这鱼是蓝的，你看，哦，这是带鱼吗？哦，哇，哇 ，It's very beautiful. 哇，这萝卜，你看，这应该是那个什么？这不是萝卜。萝卜，小萝卜，这不是上面不就是萝卜缨吗？这应该是红菜头，亲爱的，上面是萝卜缨。哎，你看这个猕猴桃，你快，你拿起那个奇怪的猕猴桃。哎，这猕猴桃真的，扇子形的，哇哦，玉狗树 ，Go 兄弟，直线前进，不要歪头，直接往前走，不要左看右看的，集中你的注意力，走你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行，对于我们这两个大长腿的美女来说，这有点矮。哎，给我们拍张照吧，好不好？美女啊，中国的美女，帮我们拍个照呗。三二一，太好笑了，姐，咱俩这打卡打的也是蛮奇特的。哎，这家店很好吧？你要不要逛？是买的，走过去看看。小心车。走，应该也是卖当地一些什么东西吧？啊，这小手链好可爱啊！这个真是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嗯，而且就这个是这种，就是有点撞色的那种，然后还有个小贝壳这种。嗯，我觉得这个好看哎。这多少钱？一万八，有点贵，是不是？没事，咱俩实在不行了，就去蹭人家点水喝。这个是不是真的吗？真的很好看，我是觉得真的很好看。可是咱们，哎呀，你喜欢你就买吧，你这个女人真的是。我再看看我里面清楚我的钱还是我的零花钱到底还有多少钱。
还有23000。哎呀，没事，我不还有两，那我你那40000吗？够了，反正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想清楚。你要那么喜欢，你就那么犹豫，你就买，你自己想。我在门口等你啊。太纠结了。Excuse me, can I see this one? Yes.我先试戴一下，看看它好不好看。好看的话，我就买。有什么比买到心头好更重要的呢？我可以不吃。Thank you, bye. Have a nice day. 合心意啦，合心意了吧？开心了吧？哦，哎，你看我说好看吗？因为它跟我的搭起来，对，我就觉得这个最好看。我跟你讲，你买了这玩意儿，你今天就会心情特别好。你要不买呢，你总觉得哎呀我刚才是不是应该买呀，你总会想着哎呀后悔了，后悔了，对，觉得哎我当时是不是要他给买了呀，真的是，哎呀好开心，自己喜欢的也买到了，然后给大家也都买到了纪念品，贴心的女人呀，啊瞬间觉得自己今天干了很多事呢，嗯，咱俩不虚此行了姐，对对对对对对，走吧，往回走，走吧，哎这老瓷实了，这个嗨 bro， 我感觉这条都能当坐骑。Hi dog，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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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eah， good boy。 他跟着我们走吗？可以骑吗？安娜，哎，你看，真跟我走，哎，已经认主了。Good boy。他咋不跟着我呢？慢一点啊。可能他们是一个色系吧，可能。远吗？我看一眼啊，是不是就这儿啊？哇，这个好酷！就这个。OK， 我们到达了一个租车的地方。Excuse me, we want you use that blue car. Okay, yeah, sure, why not? Well, the price is $200. $200? Okay. You are something special, TikTok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 TV show in China.And this is our program, and we have 1,000,000 fans. Wow! Yes, and you can take a picture with us, and can give you a discount. Oh, oh. Okay. 他说咱们要给他拍个照，可以给我们打小折。Okay, no problem. Okay, okay. No problem. Yeah, yeah, yeah. Of course. Okay, very good. Come on. Now. Yeah. Hehe. Smell. Yeah.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100. 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五万十五万闭锁，嗯，对，is it right? You... 对了 ，OK OK， let's go。便宜了吗？便宜了50万。对，50万是多，50万比索，300多，300多，350。好好谢谢人家，漂亮，漂亮，感谢花语少年官方微博。Go， cool。我的道哥呢？我的神兽呢 ？Black， Black， 走了，在那边。不是他。对不起，对不起。叫错狗了。给人呼醒了。Go. Let's go, let's go. Woo! Okay, let's go. Are you ready? Yeah. Okay, 踏上我们愉快的旅行。
我们 turn left 还是 turn right？ 我们 turn right， 怎么说？接一个 run。OK， 接一个 run。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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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吗？接一个 run。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借谁呢？谁上来我们就借谁。Whole brother， 他、okay. 他要 ride his motorbike。Yeah yeah yeah。So 他要带谁？带我。周雨透。So 我们接一下邓恩熙。OK。OK。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等永远不会堵车。你为什么不唱？我哼呢。你哼哪？再借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哎呦我，快走快走。OK， let's go， 快快快 ，let's go。我听不见声好了。哟吼 ，OK， let's go。哦，这个挺酷。哎呦我。哎，兄弟，你过来，他那小黑，小黑啊，小黑在哪儿？小黑在哪儿呢？我找小黑。小黑，完了。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不是，认错狗了。哎呦我天哪！小黑，小黑，小黑 ，Let's go， come here， come here， Let's go。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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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呼呼呼呼呼来了，小黑，呼呼 ，Go， 哎，来 ，Go，Move it，OK，OK，Good、okay, okay, yeah. boy，Good boy， 那我坐后边。Good boy， 啊，他上来了。OK，Thank、okay, you，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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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Let's go， 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好玩啊。坐上我的副驾。好好啊，带着狗。OK，Let's、okay, go。Let's go！ 哎呦，这太帅！这太好了，这太帅了，这个这太好了！哎呦我，哎呀妈呀，快给我快一点！哇，快小鹿 ！Baby， 哎呦 ，Happy！ 哈哈，他想开啊！哎呀，玩嗨了！大耳朵，耳朵飞起来了！风筝，哎呀，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哈哈哈哈 ！OK，OK！ 你要用一只打车呢？那 your brother 他们坐在地上，你坐车。呜呜！哇，真的好快乐呀、啊，朋友们！耶、yeah. ！哎呦！快乐！他坐我车上了。准备好了吗？好了。加速了啊！耶！好快！好快！好的啦！呜呼！呜呼呼！哎呦我，太爽了，太爽了！哎，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帽子，停，停，往回走。没有，后面有个哥们捡着了。哦、oh, ，Thank you，Thank you， 哇！小宝贝儿，哦、oh, ，so cute， it's so cute，thank you，thank you，hello， OK，thank you，thank you，hello， 把孩子也送给咱，把孩子送给咱是不太行吗？走喽 ，OK，let's、okay, go，go，go， 拜拜，拜。哎，他们俩能下去啊？那个，你看，你看，你看，哎，这儿可以看看。奥卡，走，奥卡，奥卡，过来，宝贝儿，下来，来，这 ，come on，come on，come on， 一，怎么的？他不想下啊，加油 ，fight， 加油加油！你看你兄弟都来接你了，你兄弟，哦，乖乖，嗯，好好好 ，come on，come on，boy，good boy，come on，come on，man， 他害怕，寸步难行。咱俩要不给他抬下来？抬下来吧，那得三百来斤吧。来 ，baby，come on，stand up，OK、okay。你要是，哎，兄弟，你抱啊，你让晨姐抱。你让晨姐抱。不是，你要看三百来斤狗。走，去海边。走。Come here。他不想下。
愣是给抬下来啊。咱们一会儿再上车啊。哇哇哇，我的天哪，好漂亮。是，哇，这太美了，这太美了。哎呀，姐啊，想不开啊，太嗨了。这是啥意思啊？我叉子呢。哇，我等一个浪花啊，等一个浪花，我给你创作来点发丝。哇，真漂亮，这儿真漂亮。哇哇，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摄影师需要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漂亮漂亮，对，就好好，你看看笑得多开心啊。我跟你说，一会儿我把这图片发咱群里，咱绝对不比他们差，炸裂炸裂，站这儿，弟弟来了，创作，你看手机，你别动。哇，好看，忧郁少年。别傻乐，别笑，孩子，别笑，深沉一点，一笑完了，好看的要命。我的头发能好看吗？挺好看。你相信我好吗？挺好看，挺好看。美事前四。别笑，给我一个杀死我的眼神。好看，好看。他们整我呢，我的头发，是不是啊？没有，特别好看。挨骂，挨骂，挨骂，挨骂。哎，我就拍你这。能照镜吗？啊，这滤镜是真好哈，是不是？我给你拍个超棒，哇酷！呀 ，so cool， 呀 ，so cool，of course， 奥卡，奥卡，哦 ，yes。等会儿啊，哎，对，你往那边测呢。好，绝对好，好看，给你看，绝对好，有脸。哎呦呵，哎呦，好看，好看，是不是？好看，看这张好看，这张好看，有角度，有角度。哦，这好看，这好看，这好看，好看不？挺好，挺好，挺好。还行。好看不？这张好看不？好看，好看不？自然。好看。跟哥说好看不？好看，好看。洗脑。好看，好看不？好看，好看，好看。这好看不？好看，好看，好看。一会儿发群里啊。太美了，泰坦尼克号，把我的烦恼都吹走，都吹走，没有烦恼，没有快乐，统统丢掉，统统丢掉。爱少年，爱少年。让我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健康。天哪！让少年自由，少年狂。太浪了，挺浪啊！小江。刚唱完这个拍你一点水，给你个大嘴巴子。哇，好好好，呀，这咋打湿了？咋的了？打湿了吗？我看看。还行。哇哇，哎，全从我这洞里面。小头微洗吗？哎，咸的。哎，你看小黑还在这等着呢。小黑，我跟你说，就凭这小狗在这等着，一会儿咱也带着上车。必须的。我看会儿呗。你看，你看，你看，走，宝贝儿 ，Let's go，Let's go，Go，Let's go，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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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哎，多听话，你看看。坐 car， 坐大 car。这哥们儿跟这哥们儿说，说哥们儿跟我走，带你坐车。这三个人类，老板带我坐车，刚才我都不想下来。
那哥们说行，老哥都听你的，说跟着你混有饭吃，有车坐。走，上车，上车，上车。Come on, come on, 快点了。哎 ，Come on, come on, yeah, let's go。好嘞。OK。倒车，然后那个走。手刹、啊，姐。哦，手刹，哦哦，放。先挂零档就行了，那个零档在这个哈，然后倒车踩油门走，油门走，这油门挺猛的，你小心啊。OK， 对，找着，晨姐开车你放心，稳的一匹。Go！ 哇！嘣嘣嘣！哎，怎么还倒呢？哎哎哎，姐。哦，哎哎哎，姐，这个不是姐，他咋一菜一菜？你干啥呢？你掉头吗？掉头掉头。OK。哎呀妈，门开了。能。OK。咱往那边走吧。走。哎，他们真的没福享受了，这太帅了，太爽了，朋友们。这沿海多舒服呀！这就是旅行，这就是旅行，这就是复活节的，这就是复活节的，这就是花儿与少年。我醒了，我醒了，我醒了。我跟你说，昨天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回答？我是这么回答的，我忘了问题什么。我说我感觉金晨姐还没有完全放得开，我说不是她。这一刻才是他自己。Yeah. 他能看出来我就是还没有打开，确实，因为我确实非常慢热。把我的烦恼都吹走，都吹走。然后开车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这一下醒了。Yoo-hoo! 在那样的就是特别美的景色，就是这边有海浪啊，我们看到好看的景色，我们就停下来拍照。有。然后就心情非常的愉悦，很开心。嗯，他们坐在地上，你坐车。呜呼！呜呼！在这么漂亮的一个岛屿上自驾的这种感觉，确实是很爽，很自由，很美好。毕竟这种地方不是说，想再来一次就有机会再来一次的。太美了。然后做了一些事情。看见了很美丽的风景，遇到了一些人。It's so cute, thank you, thank you, hello, hello。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这段记忆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就是其实我们三个在车上有一个逐渐打开自己的过程，就是在我的视角里面，就是加瑞哥他在开着一个敞篷车，特别的洒脱自由的感觉，有点像电影里面的那种画面。而且车上还有一条狗。小黑 ，Let's go, come here, come here, let's go。小黑他特别聪明，这是我在复活节岛，就是我交到的除了 Marcus 之外的唯二的一个朋友，就是小黑。到了，到了，到了。我想去拿拍立得，我想拍给咱们拍点拍立得。行。OK， 等我一会儿啊。好。太爽了，太爽了！你都不知道我们玩的有多爽。我们还没开始玩，你们就玩完了。玩的有多爽？没玩完呢。你跟我们一起吗？行啊，都行。我给你感受，你必须感受。我玩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行。我拿拍立得的回来。行。老爽了，而且我们一直把那条狗带在车上。真的吗？真的。走。
它一直跟着我们走，从我们租车到现在。是那只大黑狗吗？呀，走哪儿跟哪儿，你看。哎呀，刚才我开了一会儿，完了之后，现在晨姐开的。Let's go。嗨，妹妹，妹妹，啊，特别爽。这边，你上这边，你在这边，妹妹，来，把安全带系上、啊。你好，朋友。安全带系上啊。好。哎，那个海滩那儿贼出片。哎，就那个还是后面那个？我想想啊。嗯。其实吧，要是拍的话，那边是不是更好？那有浪，对，行，那就往前走。我建议还是往前走。Go， 这个石像。Use the board。这个石像。Use the board。Go， 这个石像。Use the board。整错了，整错了，错，反了啊！好了好了。OK， let's go。我跟谁走？我骑这个。如果你可以的话。我倒是想，我没驾照。哦。周老师，你拿那个头盔。对，我们现在出发去骑摩托。哇塞，太爽了吧！今天也，他们走了。Go Street， 还想看一眼他们那个呢。等一下，我们侯老师，呜、哦、出来了。来吧，哇哦，来吧，帅气！你先拿着，我戴头盔，你能拿吗？可以。你想戴这个也行，但这个没那个安全。我就戴安全的嘛。啊、嗯，那我自己的帽子呢？你可以套里面，因为这是男生的盔嘛。哦，可以的，这样会更紧，但是会有脸颊肉。嗯，有肉？没有吧？你看一眼。没有。看一下啊！你怎么看？拿这个狗我看一下。你这个拍的他们，可以吗？可以啊，可这个放在这样你拿着吗？我拿着拍。你拿着，你一只手扶着我，一只手拿着这个。对。那你得注意安全啊。放心吧。来吧。上啦。上吧。你先夸这，然后你扶住我。哎呦呵。OK。OK，Let's go。OK，Let's go。拜拜。哎呀！哎呀！哇！哎，这车还挺好开的。是吗？嗯。哇！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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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哟哟，你在干嘛？我也不。哎呦我。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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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哎呦。玩玩一圈脑震荡了。我加速了啊！你加速吧，真加速了啊！加速吧。Are you ready for this？ 哇哦，很电啊！不紧了，不紧了，很电。我先把这个车超过去啊！啊啊啊！我妈呀！好天呀！好天呀！哇！过山车，我真服了，我真的是服了。怎么着，逃跑计划吗？看看啊，我们兜一圈吧。好。哇！好爽啊！我没有在海边骑过摩托，我也没有。哇，好漂亮啊！
心。还是很爽的，然后也是让我很意外的，没想到小猴车技这么好。因为我们俩小时候不是拍过那个寒武纪嘛，然后戏里面他也骑摩托车带过我，但那个时候我们假骑，这会儿是真骑了，就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海边骑摩托车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无拘无束，很自由，很幸运，这个很爽的一个体验。嗨嗨呀，巨爽，我们巨爽，我们也挺爽。拍个照片吧，我们跟着拍个照片吧。去前面拍。可以可以，走吧。这里好漂亮。我们拍两张，拍两张合影吧。Beautiful, beautiful。但我觉得还是早上那个，别回味了，我还在品。好好看，你站这儿来，姐们儿，姐们儿，啊，不是，啊，不是，来，哥们儿，给你拍一张。哎呀，好可爱呀，弟弟！哎呀，谁家弟弟这么可爱，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不好意思了。哎呀，弟弟这么可爱，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哎呀呀呀呀！不好意思了。哎呀，好看。哎呀，看，哎呀，怎么还深气？深呼吸一口气。是有点紧张。妈呀，刚才也没见你这样啊。害羞但阻止不了你的展示，必须的。来，我们能不能那个一点？刚才我们仨就是这样。来一个，来，先来个背影。来，右手摸头，左手叉腰。右手摸头，左手叉腰。我记得咋弄啊？左手叉腰，这个是，哎，对喽，对喽 ，OK， 还有别的姿势吗？还有，小腿往前伸一点，左边啊，这，我这，这个。好看，哎呀，哇，酷，走了，给你们买了礼物，哦，因为你们没出去逛嘛，给你们买了礼物，钥匙链，谢谢，国外的那个钥匙链，我拿我的零花钱买的，哎呦哥，感谢，这有，我就想要这个，我看你们都没出去逛呢，给你们买的，哎妈，谢谢谢谢，那个。房东给我们的礼物 ，Thank you。你们选。我们早上的零花钱都花在车费了。Okay。 你知道我刚才下意识想放嘴里了。哎，我也是巧克力。是吧？来，你说钥匙链我的都打在箱。哥，你这鞋咋带着呀？哎，你来了，咱要交钱了。那算对了吗？是170张吗？是吗？170张。Yes. Okay. Yeah. Good. Okay. 就是现在我们问的四家酒店只有一家 OK 的，在沙漠是可以统一拍摄。多少钱啊？那个？那个是1673一晚上，加上税可能2000多、3000多一晚上。他本身房间也是贵。这。So sad.咋啦？就沙漠那个住不了，为啥呀？不让拍，拍了一个这样的。现在这是可以，这是唯一不能，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拍摄的。我们挑了四家里面。嗯，行也可以，行也可以，只能这样了。
那咱定这个，就这个。那我就跟他们讲，行，再怎么样都行。It's time to say goodbye. Yes. This is one tradition from here. You have to go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for come back someday. Of course. If you want, of course. Yes.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is is for come back someday. Thank you. Okay. Tradition from Israel. Okay, okay. 满载而归。You have to take a picture with Marcus. Okay. Yeah. Yeah, please. Yeah, yeah.哇，我们走的时候下雨了，下大雨，咱在这儿拍呗。对，在这里，在这里吧。我们也太幸运了吧。那 night，night，night，OK，night。三、二、一 ，OK，OK，Thank you。走吧，走吧。哇，雨下大了，你看我们多 lucky 啊。是啊，好巧。谢谢，没事，有男的真好，我的朋友，再见。OK， goodbye， goodbye， 很开心认识你，很开心，很开心，再见，欢迎你来中国玩，谢谢，再见，再见。咱们四点多少？四点半的飞机是吗？四点半那就是6点半，六点半，行，赶紧的，可以，开行了，赶紧。Hello， I need a passport and the luggage under this. Yes, yes, OK。1, 2, 3 help you. Okay, thank you. But you take just one luggage, right? Just this one. Yeah. Oh. Oh. 姐，他是不是没说超重的事儿？他是按件儿，他这应该是按件儿。那咱就沉默。Oka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ee you. Okay 了啊，没有那个什么啊，没说是吧？Okay， 我等着你啊。Hello. Okay. Perfect. Hello. Have a nice flight. Yeah. Thanks. 4H。这样的，如果说你们决定去做那个免费捷运，他在停车场往外走过去，然后另外一个，如果说你们想坐那个水准，在那边预约马上给钱，那包车马上走。这个能坐下吗？所有人？我不太确定，因为他那边呢，那个是可以的，行李也可以，只给钱就可以走。然后你包车的话就35000贝索一个车，一个车可以坐7个人。我们先去那个车吧，看能放多少，然后剩下再去租车。Let's go， 走了，Let's go 吧。火。哎，这车好，这车适合我们的箱子。那咱俩拎着吧。咱俩拎着，待会儿放那个车上吧。行。你们谁跟着这个走啊？那我跟弟弟都得上这个车，钱在他那儿，定是我的名字。OK。你跟这个车吗？我可以跟。对，你的是包，就跟着这个就行了。那哥，你领他们去包车吗？那你就直接去吧。那快点上车呀！你们谁跟着这个走啊？前面很空。那就直接去吧。我们差不多了，你们赶紧上车就。哎，那我跟他们一块吧，我就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前面这个也能放前面。对，我把这个，那就别弄来弄去的了。来，帮我把它弄上去吧，帮我把它弄上去，我就坐这个车了。哎呀，要不推推，大家也不知道谁坐这个车，就直接来吧。那行，你跟。我不跟他们走，我跟着你啊。你跟着我？对，我们坐这个车。我建议就是谁预定酒店先走。对，他跟着我们，走吧。好了，几个人呀？哟，人家还有俩摄像呢。那我往里点。哎，那我去跟他们那个车吧。我去跟他们那个车。那你的包呢？那你们待会儿帮我看一下吧。我去跟他们那个车。OK。没，我是觉得刚才没人非得坐这个车，我就来坐这个车。我坐哪车都行，其实。不是，这边可以坐一个人。你过来吧，可以的。可以的，那个谁宋茜过来。这不就坐下了吗？行，等一下，姐，你先别动。这不是，等等，他这个垫，姐，你把脚抬一下。我没踩。
你咋了？啊，没事吧？我就说，反正他们要花3万多坐那个车，咱们就匀一匀就好，大家都是为了匀一匀就好，没咋老费的跟着。我没有跟着你，我是怕你的行李那个包啊什么的不都在这个车上吗？不是，刚才是你说谁坐这个车没人说没人跟，我说那我就跟着他们这个车走呗，我就正好把行李放下来了，然后我一说，然后你又说跟着我来，然后他们就只剩3个人了，我就说大家都匀一匀嘛，反正都咱都出了3万多块钱了嘛。本来最开始不是说2个人跟这个车吗？我怕他们看不过来，因为我一看能坐得下。我看他们那就3个人，你去包一辆车，大家就分开坐，不是挺好的吗？我是因为觉得说你的行李，因为跟在这个车上，我怕你万一把丢贵重的东西什么。我说我后来要去那边，是因为我觉得反正3个人都要租一辆车了，35000，咱怎么就不能多坐一辆？我看他们都走了，这样匀一匀不挺好的吗？谁坐这都卡不着啊。其实我们俩是有点误会，那我是觉得因为他的随身的一些重要的证件都在我们这个车上，我觉得我能给他空出一个位子来，所以我就想让他和他自己的东西在一起。那他的出发点就是说没事儿，我去跟他们去坐一辆车，没必要咱大家这么挤。我还是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没有错，只是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才会有一些碰撞，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小矛盾，你说开了，我觉得就说开了，没有什么，这都不成其为问题。没事，我就这个包。哎呀，我没事，我这样挺舒服的。其实我这特大，你就快跑。对，我这特大。走 ，check in。那我们先去弄房。可以，可以。我来卸行李，你们去吧。Hi, we check in and four rooms. I need the password, please. Password. Okay. 姐，804。咱们几个房间啊？4个。4个房间怎么住？2个人一个房间。不是，现在你们4个房间，我们不是8个人吗？那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是应该是5个房间吧。对，我五个房间吗？是5个房间，就订的5个房间。我看一下，怎么感觉又遇到问题了呢？又遇见问题了。现在4个房间应该订5个房间。哦，就4个是吧？订完了吗？那个圣地亚哥的酒店 ？No， 没订。啥没订完没得？萨摩拉个搜圈还不晓得缺不缺人。这个民宿是可以的，让我们跟希尔顿自行判断。我们两个房投票选择。快速！哦，不行不行，两个卫生间真的不行，我们女孩太多了。那我们就住酒店了，圣地亚哥就住酒店了，没办法。哎，我们三个还是住一间，我们仨还是住一间吧。三个住一间，问一下能不能加床呢？你开一个行吗？咱现在不是还有点资金吗？因为我们有这个钱，既然我觉得有这个钱的情况下，希望每个人都住得相对舒服一点。没事儿，那就再开一个呗。开一个呗。多少钱一间这里？1400。啊，开。3个晚上。开，那再开一个吧。OK， 走。Holiday Inn 是4间吧？Holiday Inn 是5间吗？ Holiday Inn 是4间呀。4间。我们三男的不是一间吗？哦，对。哦，那应该订5间。沙漠订的是5间。要加房间这个事儿，可能是我自己不够细心，闹了一个小乌龙。因为我们之前订 Holiday Inn 的时候，我订的就是4间房，所以我就没想太多，我就这次也订了4间房，就是按照之前的那个思路，我就开始有点慌了，我就赶紧那个猴哥陪我去问。We need book one more room. But you know, also there one more room to order the food. All room is full. Yes.没有多余的房间了，只有4个。Can we, add a bed to a room? No, no, that's awesome. Cannot. No. Just two bed. Two bed. Yeah. And four room. And four rooms. Yes. 没有房间了。对，他现在因为你订不到，现在他们都是在网上预订的，他现在你在这儿是订不了的，而且这儿也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没的办法就是你先看一下你网上那个订单还有没有可能订，如果那个不能订的话，那在这里是订不了的。就没了，就是没有了，可预定的房型都没有。明天有一个627有一个，那就再订一间627。对，明天跟他截图。
明天。啊，是这样，就今天一晚上是这样的，然后明天就有五间了。明天可以，就今天。问题是怎么睡呀、啊？我要是再多个20岁的话，我可以跟男生，我可以跟一个弟弟。你啥意思啊？不是，我只是批一下。你对我有意见，你直说啊！你干嘛？这句话无意中有点针对豪姐。没有，我只是我要是奶奶辈的话，非要把我安排和荣子山一个房间，是吧？我给你挑明，我跟你挑明了。要不我们三个？我也觉得不用单独住，我们三个住吧。不是，我们三个可以挤。你们三个可以挤一间。对，我觉得女生别挤，我们三个男生挤吧。我们可以挤，我们想挤。对，我们三个可以住一块，我们不想单独。但我们男生其实是最没必要的。不是，我们不想有一个女孩单住。没事，你们决定，但是现在应该就四个了。你上去看看床吧，先。我们先拿到房间，上去看房间的大小。OK。走吧，先上一波。哦，这床住得下，这还好。哎，这个床还行哎。不是，其实住两个女孩是 OK 的。这个床还可以，其实。那个床好像还行哎，够两个人睡一张。一米五的，那可以睡一张。那我们三个分了。你们还用啊？那 OK。问你们，这床要并一块吗？并，这不好并吧？哎，但是床够大的，真的。我觉得明天不用多开一间，你觉得呢？是。哎，你们可以吗？可以。你看这床多大呀！OK 吧，哈，真的。行吧，你过来睡都行。好，今天晚上我来敲门啊。姐，那我们浅调整一下，就来我801开会。浅调整一下，行，可以啊。姐，你饿吗？你飞机上吃饭了吗？吃了。你饿了？我没吃饭，但还好没有很饿，我也饿过劲儿了。很愧疚，心口有点堵得慌，你有点焦躁，有的时候就脑子一下没转得过来吧，你就跟着惯性思维走了，你就没有再考虑后面的事情，就容易发生这样的错误。虽然大家都觉得没关系，但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好了就来，走吧，走呗。来吧，来吧，我坐着挺舒服的。行，就随便。太好了，付款，这是最主要的。你们今天日出小队花了多少钱啊？我花了我的500零花钱。我是5万中的2万。你2万？对。彤姐花钱了吗？花光了，4万。然后你们呢，姐？你们买纪念品花了多少？我那5万还剩，应该还剩不到。等会儿，我那个今天最后的2万，然后一万八，然后剩两千，然后之前还剩是4000还是3000，反正不到10万了应该。我还剩不到。你总共就5万，姐。那你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这么多钱？你说带零花钱啦？带零花钱了啊？宝，暴露了，说漏了，应该还有将近5万块钱。OK， 嗯，没有，4万块钱，就我们俩合在一起啊，还剩四万左右。嗯，好，那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酒店这4间房多少钱？3个晚上4间房，那就是2400美金。OK， 我们俩加在一起还剩39500。我们俩加在一起。我们俩加在一起。严谨姐。哦，没事，那我写的是5万是对的，就是花了5万嘛，你俩一共。对，有1万我去买水了。超市那。对，我去买水了。对，还剩。奥斯卡，这一块他是要的是美金是吗？美金。2000美金，189万。189万啊。189万6785.68。不是，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我啊，姐，不好说。妈呀，我觉得你今天的气势完全和2天前那个晚上的气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钱。
十张。开始愁眉苦脸了他。对吧？抽出来二十万吗？那你帮我报，你帮我算一下，一万五人民币是多少比索？195万7000，你就按196万来算。游玩的门票加起来，沙漠的房3345一间，2189万6785，37107万，就这俩了，弟弟，就是两捆了。对，就这两捆了，还有零花钱就没了。你到哪一步骤了？到有点棘手辣手的不是。这一间房的价格是多少呀？圣地亚哥，$200。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交完这些钱含税的也是$200嘛，对吧？是不是$200？对，是是这意思哈。是26号的，29号回来，$400。$400是多少比索啊？$400是379万。$400还是4000？四百美金，不能是四千，咱没有，咱总共有2000多万美金，两千多万比索。$400，那这是37万。对啊，37万，我吓我一跳，37万就是，因为我当时记得我说三十七万，还好咱没算账，我完全脑子上过了，还好咱没算账，390万，咱不用活了。好，然后圣地亚哥的车要不要钱？现在咱不需要了，奥斯卡免费提供车，这是明天可以免费派的两辆车，对吧？全程去机场 ，OK。人这中介费花的值，这物超所值了，可以了。沙漠的车是多少钱？大概有数吗？沙漠的钱上次留的是18万一辆。对，18万，我们看的那个最贵的那个就是，不是最贵的，就看我们那个就18万一辆。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价格，还要看具体的车型。算，因为就200，就是其实我们预算。这在哪看价格？现在这个算。这不是他的，没价格呀。走你的。他不给咱看价格，怎么他们怎么又这样？咱们这个酒店不包不包括早餐啊？包吗？可以问一下，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些是一捆100张，一共6捆，对吗？对，一张没动过。那妹妹，那个沙漠的房现在已经定死多少钱了吗？我现在看一下。哦，对，而且奥斯卡刚刚提醒我了一下，说咱们得提早把沙漠游玩定下来。对，所以我说车和票都要提前定。哎，我正在问，能不能问一下他们酒店是早餐是几点到几点？好，我问一下。妹妹，你记得问一下这个车，就是晚上会不会需要还或什么？所以说我想现在皮卡能坐多少人？你先问问皮卡能坐多少人。哎，妹妹，我们一会儿是不是要下去拿行李，对吧？查一下一件行李超重要收多少钱。那咱们就早起不了，不用咱们就多跑一趟了。这个，你问一下，他朋友可不可以来酒店接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吃饭的话，咱每次弄吧就到10点多了。我就有点脑子转不过来，所以我一直在翻手机，然后一直在给另一个导游发微信。我们那天27号是9:40，我很努力的在完成这件事情了，并且大家是有积极给我们两个反馈的。我认为这是我能力的问题，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等回复的过程中，大家还在询问你，你又答不上来，你就很着急。我感觉你360度，大家的声音都在你脑子旁边。然后你回头问弟弟的时候，你发现弟弟也很焦躁，弟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孩子困了，孩子不是困了，是懵了，我脑子不转了。你这是不是闻过那个葱？飞巴黎是都是两件行李，然后两件以上都是超重，然后32公斤一件噻。我晓不得，但我没坐过法国航空。我也没坐过呀。我问一下。我感觉我是地陪，就你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那么更多的是，倾听，然后我们自己把他们的想法整理一下，转达给奥斯卡。就是反正就感觉自己是个地陪。我已经懵了。我也是。
姐，我觉得咱们定一下，明天咱们中午要不要去吃饭？那咱们下午那个是几点？那个是一点半到。我觉得明天要不把餐留到晚餐？可以。对。如果是坐地铁的话，我觉得半个小时应该能到。咱们十点半吃完饭，十点吃完饭以后，咱们可以休息，然后收拾，十一点左右出发。我最晚十一点半肯定是来得及的，因为我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理性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就是当大家发散的时候，或者说当大家稍微有些跑偏的时候，然后时间也晚了，那这个时候就我稍微来督促一下大家，然后去把接下来的行程定好。我建议咱们今天可以码一下沙漠的行程，或者说咱看路书，咱有想自己想去的景点吗？咱先把自己的总会说，然后告诉奥斯卡，然后他告诉我们一条合理的路线。可以。姐，你们仨是哪个？看星星和盐湖。OK， 弟弟，你先发一趟这个行程。下午。盐湖漂浮，我记下了啊。我这边有网上大家的两日行程，我觉得还挺合理的。妹妹呢？我觉得一开始是有点焦虑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嘛。咱省到G9，让他线上帮我们找旅行社租车，你让他把那个租车的单子发过来。你把沙漠那个课程时间表我看一眼。第一天月亮谷，第二天盐湖加观星，盐湖是下午2点到5点半。我们把很多问题都摊开了，他的压力其实就分散出去了。西侧谷肯定要去吧？西侧山谷。We have 20 baggages in first floor. Could you tell me the breakfast time? 6 to 10, right?我估计这个你得多选择完了才能看到，因为我估计它跟时间有关。我把要去的地方我写上备忘录，我们就是作为哥哥姐姐们帮他们做好辅助就行了，帮他们节约好更多时间去帮大家安排行程。我感觉我们现在的团队的状态属于是人人皆导游，就我总觉得大家都哥哥姐姐人生的阅历都那么深，那你们做的考虑一定会比我的要周全。我觉得大家特别照顾我们两个小屁孩。确实是没写，没写多少钱，对，没写多少钱，很暖心。第一次当导游，大家对你非常的包容。在我犯完错误之后，他们其实很迅速的，就是跟我说没关系，就一下就觉得你这个焦虑马上被缓解了。被缓解完之后，你就是会更想在下一件事情上面做好。那其实相当于27号咱们到了之后，下午就要开始用车了。还是40万，3天2辆。对，我接着再确认一次，一个 SUV 一个皮卡是吧？好，我完全就是从零基础到慢慢的开始，感觉打怪升级一样，其实是更加给我建立了一个信心吧。他说这个车你们不一定可以开，要 C 照。好，那我来说一下刘烨的事儿啊。说。就是目前看是他是27号早上8点落地圣地亚哥，自行去沙漠，所以他带来的行李会留在圣地亚哥一部分，他只带一个大行李箱去沙漠跟咱们会合，然后后面就都跟咱们一起了。OK， 好吧。现在跟大家汇报一下。这都开始了，都腐烂了，都包浆了，都盘包浆了。这三捆是我们沙漠的所有的住宿。知道了，知道了。对，包车费。以及门票费都够了，这两沓是死的，不能动。一沓是行李超重，一沓是那个奥斯卡的钱，是不是？这个够的。对，就我们现在就把门票一定，我们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咱们把咱们想去的地方发给那个导游，然后让他去帮我们订。可以，可以，我来跟他说。你跟他说 ，OK， OK， cool。哎呀妈，收拾东西吧，早点休息啊，晚安。Okay, 好，明天见，拜拜。再见。我明天早上决定不吃早饭了，我早上起来煮了泡面。咱明天几点钟走？还是10点半、嗯？我觉得我可以跟你一块吃泡面。可以。我觉得我10点钟也下不去。我不下去了。我不想为了吃早饭起这么早。姐。妹妹在问那个啥，明天就是有啥想吃的吗？你有啥想法不？路书上就只给了两个餐厅，一个是红酒餐厅，一个是那个什么海鲜餐厅。他们还在说有什么什么火锅啥的。我都可以，我觉得万一孩子们想吃中餐，就赶紧都对你跟他说我们没意见，他们随便。跟他说如果看路书的话，我们对，我们要海鲜吃海鲜行、嗯。但是他们如果想吃中餐，就让他们自己订就完了。
这样吧，贴点壳。行，留着自己睡。安心，你洗了吗？有个重要的事儿，用那个抽签也行。那你摇，你搞一个，我有笔，给你整一个来。碰到这个的就自己，碰到俩圆圈的对一起。给你星星做了个女性化。那等呗，不用等了。对，那咱俩抽不就完事儿了吗？快点套，这就看天意了。一起看，来，别一起吧，来呀，来呀，一、二、三。再聚两声，要不行行来，我再来看看，不信邪了我。你还是你这来，行，我掏了。我不信是你还是你，我感觉不像这个，因为它好深。我掏出个啥？哦，我的，小心。点头，摇头。
我们的灯在哪儿呢？是不是就剩这一个灯了，弟？啊，我关了吗？哦，我王子，好汉，开心了。本节目由超超超丝滑的德芙巧克力独家冠名播出，一口德芙尽享愉悦。本节目由美之源赞助播出。美之源，美好嚼得到。本节目由科罗娜啤酒赞助播出，按下清柠随科罗娜惬意旅行。本节目由潘婷炮弹发膜赞助播出，一颗秀发弹韧亮，旅行拍照更出片。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畅享超级会员和花少团，一起探索世界。打开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花儿与少年》第六季，尊享超前营业、九游记加更版等更多精彩衍生。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马来西亚电视台 Astro QJ 频道收看。没睁着眼，然后还打呼噜。我先听到你打呼噜，我想说，这小子真有福气呀、啊！上一秒还在跟我说话，下一秒打呼噜了。然后我起来看你睁眼，我想说逗我玩。然后我又看了两秒，我说是真睡了呀。哎，我不敢去保险你了。然后我想着那么多摄像机，我就跟他分手。把灯关了。婷儿，哎，你吃饭不？你没去是吧？我没去啊，一层应该能点餐其实。但是可能酒店比较贵啊。上回吃泡面吧，咱们也行。哦啊，好啊。嗯，泡面好啊，我觉得。但是泡面我这就一个。我那有啊。有几个？我应该是有一个。那我是不是得去楼下买一包泡面？你问你彤姐要一包。我给你。嗨。哎，彤姐。哎。我们这没有富裕啊，完了之后你匀给弟弟一包泡面啊。我们富裕一个。你过来拿吧。一个。嗯，我给你拿点小吃。哎，太好，你看看。哎，太好了。你看看。要不说呢？不用太多。哎。哎，这行李箱是干啥用的？我感觉够了。呀。烤面筋，烤面筋，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啥呢？哎，你的汤面不在这儿吗？啊，我拿了，过来拿了。泡饭到了都。嗯。这不怕你俩吃那什么，给你俩留的吗？来吧。还整全吃不？
加。还刺吗？这里面有辣，这个。不是，我说你还刺吗？我不刺了。这不刺啊？嗯。我说这个刺吗？刺一下子。这个刺。有什么刺啊？这个刺啊。这刺咋了？我说这你刺不刺了？啥意思呀、啊？前刺刺不刺了？你就今天吗？嗯。我今天刺，我今天戴帽子，前刺一点点就行了。在哪刺？你打算在哪刺？厕所刺。在厕所刺。对，厕所刺。你戴帽子跟我说吧。OK。OK。喂，叶姐。喂，叶姐。好的，我们对一下呀。好好好。现在那个来的话是，早上8点钟到。嗯。然后你们是9点一刻的飞机，肯定是赶不上的，所以我后面订了那个下午2点05分的。嗯。咱们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8点到2点05这个时间段吗？我想把那个行李稍微整一下，就想。去一下你们现在住的那个酒店，你留一间房不退就行了。对，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那种就是一定12点就准点我们就要退，我们到时候问一下，就看能不能稍微延后一点，你能就是能够多待一点。好，那那个机场的接机的那个电话的话，我要怎么打？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中文导游，然后我们一会儿就问问他，他可不可以就直接来接你？这样的话就省事儿很多。好的，嗯，明天见。谢谢妹妹，谢谢弟弟，明天见，明天见啊，拜拜。咱快上去催场，我得上去拿个包。哎，你好。哎，你好，我之前跟荣同学联系了一下，我是今天下午这个上课的这个老师。哎，谢老师好。请问是谢浩斌老师吗？啊，对对对，你好你好。我们明天有一个研学的课题活动，您知道吗？对对对，在智利地铁7号线嘛。好的好的，然后明天我们几点可以过来呢？我们建议呢，你们是1点半的时候。好的，所以就是我们1点半到那里是吗？对，那个地方呢叫做萨尔瓦多站。你们现在有出发吗？我们马上准备出发了，马上下楼。你好，只需要送我们去最近的一个1号线的地铁站就行了。那现在就要出发了。对，现在他们在下来了。咱们这儿是能订到车吗？奥斯卡送咱去。Let's go。都有两个车，能怎么做？我们坐这个，那我坐这个，我坐这个，这是我的副驾，我们去那边，你们就近吧，出发，你想坐前面坐后面？让男生坐前面吧。我想想，应该是前面能舒服点，因为后面得挤三个嘛。没事没事没事，姐你前面吧，我们挤后面，挤舒服点。你男生，我们女的挤，我们女生挤一块，别闹。快那个谁，我去那边上，我去那边上。哎呀，你是个男生，你比我高。哎呀，哇，左上看到没？左边。哦，哎妈，真是好大呀！我妈呀，隐隐约就是好像海市蜃楼那种，很梦幻。智利。世界上地形最狭长的国家之一，在它如同丝带般狭长的心脏之处，首都圣地亚哥用静谧和热烈混合出了最与众不同的南美风情。从城市中心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山俯瞰，远处拉莫内达宫的轮廓隐约可见。充满活力的贝拉维斯塔区因其明快的色彩而清晰，除了标志性的雕像之外，山脚下巴勃罗涅鲁达的故居像他的诗歌一般浪漫多情。这座被世界上最长的安第斯雪山环抱的城市，会在每个日出日落时分沐浴金光，变化多彩的霞光正如你的微笑溢满每条街道每座建筑，而这正是这座南美超级都市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常。我昨天
昨天你们不是去海边拍了一个那个什么照片吗？嗯，拍了个照片不是发到群里了吗？嗯，谁在那说说？哎，说你看他们还下海了。我看了一眼，我说这不是咱的人。我说谁身材那么好呀？嗨，这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姐。哦，哥，好哥，整的我太不好意思了，姐。哎呀，我手机里现在一堆他那种照片，我还没发你的吧？没有没有没有，你留着吧。哎，别呀！你私信吧，私信我。我是打算私信给你。到了，那我们走了 ，Let's go。谢谢你哦，辛苦了。谢谢你啊。哎呦，这天好好呀 ，Let's go。这下面地下那个地铁。他们到了就行就说 Go OK 好嘞 OK 拜拜 Let's 我们走在这里的街头但是我是女生的下头、okay. 两个傻子在前面奔跑你快让他上前面去两个傻子在前面一定就是这里 Subway 地铁 Subway OK Subway Subcentral咱们研发一个咱们的花哨部 yeah, 就这个哎妈呀我们这些弟弟啊丢人了哪儿坐地铁啊对啊哎这是不是卖票的地方哎这儿这儿不是这是洗手间我看着像卖票的买了几张厕所票那姐确实好像是卖票小唐给你买张票让你去坐你马桶里一冲、哎、就到了就到了下一站这给我干哪来了这是应该是他们过来了嘿嘿嘿我们已经到这儿了来走吧你买有买卡了吗没有啊都以为对方会买我现在买现在买Excuse me, I need a card. 你把咱们的目的地给他看一下，西班牙语的那个地址。我得问他。OK。等会儿我看一下视频。We want to go there. One card, eight people. Yeah. OK， 走吧 ，Let's go 走。走走这边，走。Yeah. 我刷你们走，我刷你们走。去吧，去吧。孩子们去吧，我们看一下线路，妹妹看一下线路。你等会儿怎么过了？这条线是红色的。咱们现在的位置。E S 开头的。这儿。E S 开头的，对。我们要往 S A N 这个方向走。哎，我们走不走啊？别研究了，走不走啊？走不走？走不走？走走走走走走。哥，那我们先确定一下，怎么是哪边吗？别等会儿走错了，我们只要往这个方向坐。一站、两站、三站、四站、五站，是这个地方吧 ？PDRO 对，来了，小心，坐，快快快，姐姐们，Metro de Santiago se creó el año 1968 y empezó a operar su primera línea, la línea 1, el año 1975. Vamos a cumplir 50 años y no somos, como dije, el más antiguo, sí somos el que tiene más kilómetros de red en la región. Estos últimos 20 años triplicamos los kilómetros de red. Pasamos de tener cerca de 30 kilómetros el año 2000a más de 140 en el año 2024. Estamos trabajando en 75 kilómetros de red adicional, tres nuevas líneas que las líneas 7, 8 y 9. De aquí al 2033 deben estar operativas. Chile es una economía abierta al mundo. Hemos recibido de muy buena forma las distintas empresas que vienen a colaborarnos para poder generar mejor tecnología, mayor alternativa. Hemos visto con mucho agrado que se hayan incorporado empresas chinas.
tenemos dos empresas chinas que están trabajando. Se ha incorporado a través de la tecnología china una tuneladora, un robot gigante para poder excavar. Y así también hemos, como en el pasado, abierto las puertas a compañías españolas, francesas. Nos parece que son muy bienvenidas las empresas chinas también en la colaboración que se necesita para poder extender nuestra red. Nosotros felices de que nos vengan a visitar, que vengan a conocer la ciudad de Santiago, para poder ustedes disfrutar de la naturaleza de Chile, de los paisajes de Chile, de la comida chilena y de la hospitalidad de los chilenos, que estamos muy contentos de poder recibirlos y acompañarlos desde Metro en el viaje que puedan ustedes hacer. Ay, está el 地铁是快哦，那边快，站与站之间。子珊，那你们知道咱们到这个目的地以后是怎么走吗？走到人家办公室怎么走？打电话跟他说，他说他到了，他跟我们说，我们有五站，你在三站的时候跟他说，我们还有五分钟就到。OK。是这儿下车吗 ？No。是这儿下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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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我看看你们知不知道。喂，哎，谢老师，我们已经到了。Hello。哎，你好。谢老师，谢老师，老师好，老师好。我也是同学，我也是同学。你好。我们就往这边请，然后我们先请带路。去上课。这个地方，这种绿色的围挡呢，就是在建的地铁项目。然后这个里面正好就是我们公司的施工场地。就是我们中国制造，是不是？对，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在这边总承包和智利的工人一起去完成这个，一起去完成这个项目。对，这个就是七号线项目，然后在2028年的时候差不多会完工。啊，对。所以这都是由中国中铁建造的吗？我们是负责中间的一个部分。啊，等一下会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整个七号线是什么样子的。走这上去，到了我们办公室了。哦，这栋楼吗？对，这栋楼。这边起，你好，你好 ，OK， 可以进到我们的办公室哦 ，OK， 中文字，哇，好亲切，醉贯山河，道通天下，中国重点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我们现在在建设的呢是圣地亚哥地铁七号线23标项目，我们是中铁隧道局，我们的 slogan 就像你们刚刚说的，就是醉贯山河，道通天下。气势燃起来了，燃起来了，燃了！哎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欢迎大家来到项目部，欢迎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办公室。好的，OK， 走。西班牙的呀，委内瑞拉的呀，还有我们中国的呀，员工都是合署办公的。这个是我们的商务办公室，这是我们智利的美女，也是合署办公的。嗨。Hola， 你跟你好就可以了。Hola。这边是我们隧道局承建的，就是标志性项目。这个是我们浙江嘉兴的，这个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引进的第一台 TBM 掘进机，当时用于锦鲤隧道，当时18公里是非常长的一个隧道。中国第一隧，后面中国的技术全部慢慢在发展。这个是习主席和乌兹别克总统亲自来揭幕的，我们“一带一路”中亚的中亚第一隧，我们全长是19.2公里。这是由我们隧道局设计承建的。那这是在哪个位置啊？这是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兹，这个我们的咖啡酒吧。哦，酒吧。咖啡不是酒吧，咖啡吧。不，上班不能喝酒。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施工场地，还有我们的生活驻地，还有包括我们另外一个项目瓦伦西亚铁路。你看那个列车在运行，所有的场地这个整个监控情况，也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情况，直接丢出来就行了。好深啊，姐，你看那个最右边的，这个桶形的其实就是为了现在能够挖施工的，施工，以后又地面全部恢复。啊，我带你们去那边。好的，我们也准备好了，教室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同学去上课。好。哎，要上课了，来上课，起立，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这是我们的工程师徐培老师，然后欢迎大家的到来。好，大家请坐。好，哎呀，太好了，已经要困了。你给我醒醒。一到上课就，
大家放轻松，这个课不会是太严肃。我们首先介绍第一部分，智利地铁和中企的缘起。首先想跟大家看一看智利地铁的线路图，大家可以找一找刚刚是从哪个地铁站过来的。一号线的右边，右上方，右上方坐了几站地铁？五站。五站。坐了五站。坐地铁的感受怎么样？挺快的。快。很快的。很快，而且很方便。然后车来的也很快。一号线呢，它是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哦。1975年的时候，一号线正式投入运营。哦。所以一号线呢，也是我们智利地铁最古老的一条线路。好像我们国内的，就北京的一号线，好像也是建的最早的。对对对对对，因为都是首都的交通系统嘛，都是会发展的比较早一点。智利地铁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呢，演变到现在，已经有了我们最先进的智利地铁6号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面，它是一条紫色的线路。哦，看到了。它是一条无人化驾驶的列车。哦，无人驾驶，好酷啊，好酷啊！还有一条线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是这条黄色的线路，直直的。对，最中间这条，我们中国公司承建这条线路的一部分。哦，这条线路的南边我们可以看到有4个站。哦，就那个蓝色线以下的四个站。对，下面的4个站。哦，4个站呢，就是由我们中国公司在去年和智利本地的员工一起竣工的4个车站。哦，这4个车站呢，就是地铁2号线的延长线。说到地铁2号线呢，就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地铁和我们之间的历史了。我们中铁隧道局呢，是第一家进入智利地铁建设的中国企业。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中标了智利地铁2号线延长线的3标段。这条线呢，是在2021年9月26号竣工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竣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最原始的这个隧道建设？对，因为这个叫土建项目。这个隧道建完之后呢，其实它也非常的有意义，它给圣地亚哥1/10的人口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哇，很多耶，是的，对，约70万的人。这条线路之后呢，其实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又中标了另外一个项目，地铁2号线的延长线标段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装修工作。哇，对，这就是我们地铁2号线4个车站的装修工程。然后可以让大家猜一猜，这个紫色的这个颜色代表什么主题，有什么含义呢？你们觉得？紫色，浪漫。浪漫，对，非常浪漫。哦，对，真的跟浪漫有关系。神秘，跟神秘也有关系。神秘而又浪漫。对，答对了。对，为什么说到神秘又浪漫呢？因为它这个地铁站的名字叫做天文台。哦，天文台。哦，星空。哦，它很像那个月光的那个颜色。对，月光的紫色，然后宇宙的这个颜色寓意着浪漫，也寓意着这样一个神秘的感觉。我们所说到的另外还有2个车站，对不对？哇，这红色好酷啊。好漂亮，好酷啊。这红色，红色的是马丁内斯站。哦，为什么是红色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吗？红色代表激情、艺术、车厘子。车厘子那是跟人民有关吧？对，它是马丁内斯，也寓意着那个区人民的热情以及人民的这个生命力。哦，对，智利地铁二号线呢，在它竣工的时候，智利总统博里奇乘坐了这条地铁线路。然后这边是我们地铁的这个高层，建设交通部的主管。OK。二号线的4个车站给人民带来了非常多的交通的便利，所以在我们开通的时候呢，人民就拿着气球一起进入这些车站，一起庆祝车站的竣工。可以看到大家脸上都是非常的开心。开心。对，非常的快乐。对，你看看我们所说的这个呢，都是地铁公司和我们之前的渊源。但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路过的时候，我们说哦，这是我们在建的这个地铁项目，所以新的故事也就是我们智利地铁7号线与地铁公司之间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7号线是什么走向的一条线？东西。东西走向。对，这条东西走向的线是不是刚刚和你们坐的一号线是处于一个平行关系？对，因为一号线呢，它是人流量很大的一条线，七号线建成之后呢，可以很好的去缓解分流，是吗？对，
分流一号线的这个压力。哦，七号线呢这就更厉害了。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到二号线建成之后，我们的那一块给圣地亚哥十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在七号线建成之后呢，会给圣地亚哥六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便利，也就是100多万的人。这条七号线从东到西贯穿智利的市中心。哦，咱们前面为什么不拿笔记一下？忘了，是错过了一些。现在来得及吗？老师，你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能发一下纸吗？啊，笔和纸。我发一下。好嘞，好嘞。传一下。OK。这才有上课的感觉。很专业啊，咱这。专业。好，可以了。好。我们其实七号线呢，它是有六个标段。嗯。大家可以猜一下，有多少个标段是由我们中国企业承建的？五个。六个。就是整个这条线是分为六段，对，七号线分为六段，然后我们中国企业呢，在这里面建设了多少段？四段，两段，最少三段，最少四段，三段，你看看，厉害，三段，这里又衍生出了中国企业在智利首次使用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也就是这个盾构机要进入这个隧道的这个图片。嗯，这是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一标段现场，第一次在智利使用中国制造的盾构机。老师可以讲解一下这个盾构机它为什么这么特殊吗？它这个盾构机一般我们使用的话就是在围岩比较软的时候，那我们正常我们开挖的过程中它可能就会发生垮塌。哦，那我们用盾构机，然后我们开过去之后，它有这种硬质的管片，我们给它支护起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不易坍塌，就结构比较稳定，是吗？对对对，就是适用于这个地质条件复杂一点的地方。啊，所以叫盾构机，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OK。抄笔记，你上学是不是老抄人？看一眼，看一眼。你上学是不是老抄人笔记？别说话。盾构机。盾构机，对。讲完一标段，就是进入了我们的这个目前在承建的二三标段。二三标段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是2022年的4月份中标的二三标段，然后在2022年的9月份呢，智利总统博里奇来到了这样一个竖井，这个竖井的名字叫做 PC10，然后他为整个七号线的建设揭幕，也就是在这个竖井，铲起了智利地铁七号线的第一铲土。嗯，真厉害。今年的3月份，我们是七号线第一家贯通区间隧道的公司，也就是贯通了七号线的第一条区间隧道。这就是我们当时贯通的这个照片。其实有一个小的互动环节，我们可以看向这个黑板这边，大家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大家觉得这个隧道应该是怎么建的呢？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在这个隧道上面有一个人都在上面施工，但是这个人在上面施工的时候呢，如何进行地下隧道的挖掘呢？比如说隧道在这个下面，人在上面，大家觉得应该怎么下去呢？这些人吊个威亚，吊个威亚，吊威亚往地下走啊！就是刚才那个挖了一个圆圆的那个下去的。对，这个洞的专业名称叫做竖井，它这个地方呢，就会让我们下去能够下到隧道里面，对吧？然后这里有一个，比如说这是我们的隧道，在下面挖。嗯哼。那你们觉得这个井呢，它要在哪个地方打下去，让我们进入到这个隧道开挖？中间段吗？感觉。中间这个地方 maybe 我觉得会不会在左上角啊，左上角呢，这个地方类似吧。嗯，还有可能在哪儿呢？嗯，在那个角那儿，左边最上面那个角那儿吗？这儿。嗯，这离这么远吗？必须的，走远点啊。老师，你要想就是这个井吧，这个井挖下来，这边都是实心的啊。嗯，你挖到十号线去了，你挖一号线挖到十号线去了，把十号线给干废了。OK， 其实刚刚所说的这些都行，都行，看谁练啦，看谁练啦。
哎，你这不 OK 玩我 OK 为什么都行呢？隧道建设过程中你有几种建造方式，你可以是从这个隧道的上面挖下去，你可以是从隧道的旁边挖下去，你也可以从隧道的这边挖下去，但是当然不能隔得太远 OK， 因为这个隧道如果是在这个地方挖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它下去之后它还要继续往两边挖，它还要运送这个车辆，是不是在这儿可能就有点不方便，如果待在中间的话就会觉得大家上上下下也挺麻烦的，我还要左左右右通车，所以说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挖了这一条井下去，然后我们会连接一个通道。哦，看没？我是对的，有点东西，有点东西，有点东西哈。这个地方叫做竖井通道，然后通过这个通道呢，我们再往两边进行挖掘。对，然后所有的这些材料啊、设备啊，我们都可以从这儿进去，哒哒哒哒哒出来，然后往两边继续开凿开挖。对，这就是我们目前七号线的建造方法。然后更加具体的这个施工方面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工程部长徐培老师具体给大家介绍。好，接下来让我给大家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隧道的这个建造的方法。就是我们的开挖方式，我们主要用的就是全断面法和两台阶法，还有我们的 CD 法三种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全断面开挖，我把它整个面直接这样推进，从头到尾，从头到尾，我就是整个面，对对，一直往里面挖。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台阶法开挖，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上半部分我们已经进去了很多，下半部分再跟着推进。CD 法呢，就是你看这个隧道断面特别大，但是我们呢，为了这个施工安全，中间我们再给它加一个支撑，一个大隧道我们把它变成了两个小的隧道。这个就是这个 CD， 真的是不是你如果把这个英文连起来，中间的那个 C 和 D 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分隔，这个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隔断的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就这么来的是吗？就是因为它的样子，在英文里面它是那个就是中间隔膜法的那个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对，还蛮形象的，还蛮形象的。最后我们再展示一下，就是我们隧道里面我们怎么施工的。好啊好啊，大家看一下有哪些中国元素。因为我们出海建设的话，肯定不是我们一家企业在这边建设，一个好汉三个帮吧。第一帮呢来自我们这个三一重工的石盆机。第二帮呢来自我们中联重科的塔式起重机。第三帮呢徐工集团的挖掘机和装载机，这就是我们三个帮。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是指的我们三种不同的中国公司跟我们一起来在设备上面通力合作。但是如何保证大家在建设过程中的安全呢？我们可以把安全比喻成一个篱笆，守护这个篱笆的呢有三个桩，所以这个就叫一个篱笆三个桩。然后这三个桩呢对应着三个安全方面的小妙招，所以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看一下三张不一样的图片。 OK， 对应着什么样的小妙招。注意一下 C 位的那个人哦，我们的女性，她们作为我们专业的安全风控员，在施工现场其实是为大家的安全保驾护航的哦。第二个小妙招大家看一看，是演话剧的吗？对，通过这样一种话剧形式呢，我们呈现给我们的员工看，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生产安全。最后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证书呢叫做月度安全之星，这是我们把国内觉得受到嘉奖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也真正带到智利来跟智利的员工分享，然后他们也非常认可，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小妙招。 OK，我们今天的讲课环节到此结束。因为大家在课程的过程中都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小的一个证书要发给今天参与课程的各位同学。大家先给陈豪姐，然后谢谢非常荣幸，这个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大哥哦，谢谢大哥，我觉得作为大哥也得讲两句。讲两句，那个我今天特别荣幸得到这个奖励，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们都要尽量的，就是回去以后，然后帮大家去科普一些这些安全的知识。然后呢，在这里也是对于，所有的地铁的工作人员，然后表示尊重和尊敬。哎，讲得真好！太好了，太好了，就是挺自豪的。
而且通过他们跟我们的描述，能够感觉到这个企业做事很严谨，很专业。包括他们给我们讲解的时候，他们的思路、他们的逻辑，以及对专业的工具、流程设计都非常非常的通透，就是烂熟于心的那种。我们这样的中国公司，他们的工作，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这么一种行为。我们可以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带过来，他们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国内的需要输出的一些技术力量啊，一些机械啊，运用到他们的城市建设当中。其实我爸爸以前是铁路的，对，就是我其实对铁路也有一种熟悉感的那种，之前可能只是了解爸爸工作的这些环节啊，这些东西，但是对于地铁怎么挖下去，底下是怎么进行施工啊，这些东西我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我知道了以后，我是觉得这是人类的智慧。有段时间我会总会看到一带一路的一些政策啊，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亲眼去见证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吧，但是自己亲身来到了这样的环境，然后感受到了这样子互帮互助，然后共同进步，就是一种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哇，太幸运了！哦，各位同学啊，今天非常巧，就是我们公司啊，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礼拜五会我们开一个，就是我们，我们集体员工的那个员工的集体 party， 我邀请大家一起参加一下。没问题。然后我们一起帮着布置一下，是吧？哦，整活了，小张。整活。我们帮忙打气球呗。我们来吧，姐，体力活，体力活，我们来吧。It's right. It's, yeah. Oh, okay. Oh, yeah. Okay, okay. Perfect. Yeah. Thank you. 弟，你看啊，你看这里这么捏着，对，然后这样，肉啊！哎妈，弟的动手能力，哎呀妈呀 ！OK， 我懂了，真 OK。你让我 OK 一把的，真 OK。好像是假 OK， 那假 OK， 我这 OK 的 ，OK。哎呀妈！可以了，可以了。哎，我看可以 ，SOB，OK。只有一个打气儿的哈。哎，你也看好这活了，我也看好这活了。别爆了啊！一人整了点活。来，让他们自己来，我们是一个那个车间，来，我们是流水线，哎，你来剪，他来扯，然后我来给他对切，剪不断理有点乱，来，妹妹粘，上去一个，你这边上去一个，好，可以，那儿空，这儿，对，好，可以，就这样，完美。今天过生日的人叫什么？你今天啊，刚好今天狮子座。啊，就是今天啊，还有蛋糕哦，你们准备的也好丰富啊。我想把我年底的生日提前到这。咱们里面有这几天过的吗？有最近过的吗？我八月13，真的啊？哥，你生日要不在这一起过了吧？那也不必，也不必啊。哎，你是这个月过生日吗？我八月八。八月几号？八月三。八月三号。哎呀，已经说出来了。那我们一起打开，打开。哎呀，摆个盘儿，这啥东西啊？智利小汉堡，肉夹馍啊？你说你巧不巧？哎呦 ，music。来，老弟拿走，把下上面这些东西拿走。OK， 哇 ，OK， 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开始啦，各位同事啊，各位同学啊，每个月的月末集体生日会开始，请收听节目场。要认真啊，气味设定是吧 ？Blanco。好干。七月份这么多人生日，我们是每个月。月末的周五开我们公司员工的集体生日会，哇！给我们的过生日的同事唱一个生日歌，好，来一遍西班牙语版本，再来一遍中文版本。OK。Uno, empezamos.
版本，中国版本，主场啊，咱主场来了。OK， 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今天呢，其实在我们切蛋糕之前还有一个惊喜哦，要送到给我们的一位西班牙员工 Carlos Gordo。 Carlos Gordo， 他是西班牙人嘛，他在这里工作，他要回到西班牙了，但是我们都觉得要给他一个惊喜，相当于是给他告别。对，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呢，我们给卡洛斯准备了一些礼物。卡洛斯先生的话，在我们单位是工作2年，然后他以他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取得各方还有我们同事们的喜欢，作为我们项目来说，我们非常的舍不得。但是卡洛斯先生呢，他回到西班牙，回到他的父母的身边，我们表示理解和支持，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前程似锦。一个小礼物送给卡洛斯，希望他们看到这个相片时能怀念我们，常回家看看。他们其他，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送给卡洛斯。Seguir siendo así, de verdad, llevo años trabajando y nunca había estado en un grupo humano tan lindo. Seguir cuidando, y nada, muchas gracias por el detalle, me lo llevo aquí, ¿vale? Ya. Gracias. Yo vi ese video y pensé que en este despacho, en este despacho, en este despacho,都从很早就开始一点一点记录下来公司每个人的点点滴滴，他是从很早以前聚会的时候就开始在观察他，在记录他的一些小东西，我觉得这些是需要用心去做的，所以我还蛮触动的，就看那个视频我觉得哇真的很用心。我今天特别感动，听老师们说这间办公室里面有很多国家的人，这么多国家的人集中在了我们这个地方建设这个地铁，然后又相处得这么好，因为看他们视频还老搞团建，还一起什么吃中餐过节什么的，就觉得就很有爱。那位哥哥对这份工作的一个热爱以及他的不舍，难免会共情嘛，所以说他我看到他可能好像在偷偷的抹眼泪，那份美好是放在心里的。 Yea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我们就想聊一聊哥哥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接触下来，对这份工作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La verdad es que muy bien.
personalmente yo me he sentido muy acogido por la empresa desde el primer momento. Yo empecé en un nivel y me han permitido poder desarrollarme. La relación con la comunidad china siempre ha sido muy cordial y muy buena y básicamente estar agradecido. Ya. ¿Ha ido a China? Desgraciadamente no. China, bienvenido. Bienvenidos a China. Gracias. Welcome to China. Yeah. 我能感觉到他挺恋恋不舍的，其实他也很喜欢我们这样的中国公司工作的氛围。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很善良的，所以我们这种善良其实一定会被外国友人所去体会到。你能够感觉到他在这个团队里很开心。今天又赶上了他们每个月都会有的一个 party，看他们剪的那个视频，感觉他们的感情也特别好，刚好参与到了这样的非常暖心的事情。刚刚看到那个时候觉得就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你的温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我觉得能够感觉到这个企业它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企业，它并不是说我单纯的去做好一个线路，而是他们有他们的企业文化，然后也在跟智利的团队有很多互补的地方。五湖四海聚到这里变成一家人，然后一家人互相帮助，其实就是中国企业和智利这边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是大家很多人拉着手一起往前走，这件事情非常热血。智利是离咱们中国最远的一个国家，中国铁路不远万里的来到智利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他们给我们的底气，就是我在国外我可以非常的骄傲说出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中国。 Are you ready?太壮观了。哇，这下我爽了，你妈的。哦。哎呀妈。太痒了！哎，你俩遛公园呢？那老头老太太都这么走，这多像狗刨的。弟，你这招可以啊！哇，你快看那边的天！哦哦，太好看了！哇，靠近一点点，说走就走！救命！我腰本来就有旧伤，刚才跳下来的时候稍微撑了一下。来，倩姐，我背你一下。哎呦，还得是我弟弟。哎呦，天哪！哦，是吗？撞倒了别人啥？啊？谁？姐 ，Don't worry。完了，得给你赔多少钱啊？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前面。Don't worry。Hello，excuse me。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并参与花儿与少年话题讨论，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上微博搜索话题和花少团一起晒旅行足迹，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花儿与少年六，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合作媒体凤凰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特别合作美颜相机独家讯飞输入法 YY 直播，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